鬼妈妈。啊，谢谢老师。答对了，答对了，答对了。多关心妈妈，这个板子给你。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7月16。都答对了，哈哈哈。7月3号。9月10号。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红色的。哇，答对了。粉红色。答错了。黑色。粉红色配灰色是绝配，但我最喜欢的是灰色。黑色。第三个，妈妈最喜欢吃的东西。炸鸡呀。屁呀、啊、屁菜呀、啊、哪是火锅啦、啊、乱讲他乱讲啊。咖啡，最喜欢喝咖啡。摩吉乳酪蛋糕，我喜欢都很喜欢吃蛋糕。哎，答对了。妈妈最怕吃到什么东西？比较回的啦。屁啦，医生刚跟你说什么不准？哪是饭？医生都说你没有准时吃什么饭菜啊。啊，饭菜没有准时吃饭啊。啊，这里还是让你答错。油的吧，有的很多吗？油去炸的食物吧。辣。答错。苦瓜吧。妈妈最喜欢干嘛？你会觉得很开心的。但是我小孩子很孝顺。那妈妈喜欢出去玩吗？我喜欢哦。正常都喜欢出去玩吧。是，你不要装，你每天都在干嘛？看剧。还小，还小。爱数钱。最近哦，就烘焙。讲笑话。你的专长是什么？就是看电视啊。看电视是专长吗？我最想尊重。如果小孩想做什么，你就会让他去做吗？也是看他讲的是不是合情合理。如果他合情合理的话，当然是绝对100%尊重。他的选择，设计吧。他是做设计的，好厉害。做饭啊？他是唱歌，他会唱歌吗？会。那妈妈今天愿意开嗓一下吗？回忆过去，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？还来拨动我心跳。饭算吗？落地。可是我公司也管得好啊。也很会管账啊。我唱歌也不错啊。我也是热舞社出身的。我会跳 breaking。然后我是摇滚部。好，妈妈最近最喜欢看的八点档是什么？八点档。那个花仙啊。答对了，答对了，答对了。大长今。曾经不是好像蛮久了，最近有在重播。好用爱的迫降，对对对，鬼妈妈。最喜欢的偶像是谁？他。哇，答对了。偶像。人也可以。我有最喜欢的人。有啊有啊有啊有有有。大女儿啦。那女儿看到怎么办？就酸了。就最近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？你看。钱呢？越多越好。越多越好，对不对？减肥啊。对耶，我也。有默契，好差哦。公司不要赔钱吗？你看，最想要的东西好鞋子，刚刚看的有点差，看的零钱包。那我还好，我想要鞋子。妈妈只是上一次她跟你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？常常在说。刚刚有说吗？有，应该有吧。你这个反应，你有说过吗？她没说过，好像没有。答对了，你要说啊。没有印象。答对了。好像我没有什么印象哎。好，答对了。一两个礼拜吗？我忘记他在干嘛，他就突然跑来说：“妈妈，我爱你。”有印象吗？没有印象。母亲节快到了，想问一下你们平常都是怎么庆祝母亲节？旅行哎，是去喝下午茶。没什么在庆祝。会送礼物，我送过口红，就是化妆品类。哦，请问一下，两位是姐妹？对，哪个是姐姐？姐姐啦，妹妹，短头发，比较年轻。她生日刚好5月12，那就常常会直接去外面吃饭这样。没有庆祝。讲得这么理直气壮，我要请他们吃饭。你要请他们吃饭？没有，我去年请他吃饭。对啊，自己忘记。那今年有打算怎么过？今年疫情就不能出国，定定饭店跟订餐。享受生活的，很好。吃个饭。吃饭是谁出钱？爸爸。我会送礼物哎，我都直接抱抱啊之类，或是陪妈妈一整天。我比较喜欢送礼物。你的另一半跟妈妈掉进水里，要先救谁？就是救他，一个单身。他不会游泳，他另一半会游泳。现在没有另外一半。哎，这个回答很好，我很满意。先救我妈，因为我妈怕水。另一半也怕水，不能怕水。对，条件一，不能怕水。二嘞，那让妈妈开，她喜欢就好了。啊，那很难。妈，哇，回答很快，妈妈在偷。
太会游泳吧？没有啊，搞不好会换一个。先救谁？我自己都救不活了。那我也一起跳下去。虽然你不是很及格的妈妈啦，但是我愿意当你一百分的女儿，然后一直照顾你，就是我真的很爱你。那我是一百分的爱你，不会我上的走掉。哇，不要讲这个会想哭。走掉都会一百分的爱你。没事，我们喝这个健健康康。妈妈，我爱你哦。哎，妈有那个爱你啊，喜欢我爱你啊，妈不爱你。我也不好意思，你为什么不好意思？没有不好意思，我爱你。你要花钱的时候可以找我一起，我永远陪伴你。就谢谢妈妈每天，都对我很好。就，啊，要哭了，心里很感谢她，妈妈，我爱你。妈妈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像朋友一起相处。之一也是我的闺蜜，然后希望我们每天都很开心的在一起。蛮幸运的，就是有这样的女儿，然后陪在身边，很幸福，很浪漫。